近日，韩素汐的 ins 画风突变，再加上此前韩素汐因拍戏受伤，引发网友担心。稍晚间，韩素汐空降粉丝聊天房报平安，谢谢大家的关心，我没事，画画只是为了打发时间，我会尽快恢复，尽快以好的作品和大家见面，非常爱你们。